师们来。莫名其妙有点兴奋是为什么？哎呦，真的吗？不是真的要起脚吧？不是吧，我们的口号是飞马脚啊非常好，打工人的逍遥岛，服务热情手法妙，爽到让你戒不掉。经理，飞马脚节省衣服，谢谢，辛苦辛苦辛苦。来吧，就位。我还想敬礼，我这拿。这你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是吧，姐，不太合适吧，这事。我也不想，我不太行啊。你怎么那么好意思啊你？我这没有办法，我是被逼的呀，我这擦着。多好，这一排真的很好，这一排真的很好，这么自觉的在脱鞋。来吧来吧来吧。哇哇哇！哎呦呦呦呦，有点烫啊。还可以。哇！适应一下，适应一下。泡差不多了吗？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可以啦。完事儿了。没。第一步，对对对，第一步。怎么还有下一步？来来来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这边看看他们的胃怎么样？啊，这两个客户，客户库已经快被这按没了。胃看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睡眠怎么样？睡眠如何？睡眠，睡眠。睡眠还行，睡眠还行，我睡眠还行，我觉得我睡眠还行。哇，这里好痛！我这还行，我这还行。我不太行，我割了。然后再看看我们的膀胱经怎么样？这可以。膀胱很好。留下来不要再忍了。看看客户库膀胱怎么样？他老憋不住上厕所。哎。不行不行，姐，现在大家就整个通顺了嘛，已经给你们打通了嘛，对不对？任督二脉、yes、是不是？那里有个流汗的。对，你们今天怎么想起来来我这儿了呢？对，我们大楼的物业他们是不是总来？因为我们附近整个物业的差不多都是经常过来。对，那个姐姐，我想问一下，刚才那个我们许中介进到这里了，你啊，他们在 VIP。的区域哦，有 VIP 区域，我们也想去 VIP 啊，是吧 ？VIP 吧，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成为的。怎么才有资格呢？你们要满足我们三个 Go。什么 Go？ 什么 Go？ 来，技师姐姐们，我们第一个 Go 是你够酒吗？啊？够酒吗？酒呢，就是说。你们的工作的时长够不够久？哦，够，非常久。昨天你最久，昨天我太久了，我昨天从8点半到晚上2点半，还挺长的哦。对，是。你嘞？我之前拍戏曾经有连续一个礼拜每天拍18个小时。哇、哦哦，其实也习惯了，因为自己真正的喜欢嘛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确实应该。可。你那个巧克力你一般制作多长时间？哦，那可久，一般我研发一个巧克力要用10年。姐姐加把劲儿，她还没醒呢。醒啦、啊、哇，他我证明确实是10年，确实是10年，我看见了。OK 好了。快，那个小叔子，我工作最久的时候应该是18岁的时候去参加过一个节目，对，那个节目就是连续3天，基本上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。我工作时间我一般直播最高播过5个点，5个小时。哦，那很厉害哎。就一直说呀？对。
我也够久，我十四岁就干这个行业了。对，那你没我早。我一次唱歌可以连唱歌。我岁数比你大。漂亮应该很久吧？他每天工作时间只签两个小时。今天画一个半，然后卸半个点，差不多了。就这化妆我就收够了。第二个够是啥呀？姐姐们，第二个够。你够孤独啊？你够孤独吗？你够孤独吗？孤独就是你们有多久没跟家人在一起了？因为工作的关系。我们都还年轻嘛，年轻就应该在外边多打拼。其实也习惯了，是吧？因为本身除了这剧组，进那个剧组，一直来说都是跟工作伙伴呀、啊，然后一些个工作上合作的朋友在一起，其实也还好。而现在很多人都在外面，也很久没有见了。对，大家其实都孤独现在，所以我们就在孤独当中自己找一些个抱团取暖的朋友和人嘛。各行各业大家都不容易。对，其实都是。那我们就第三个吧，好吧？第三个够，姐姐们，你够坚强吗？够坚强吗？我觉得其实我们是现在年轻人都挺坚强的，我们是以为自己不够坚强，但其实这个坎儿过去之后，哎，发现其实也没啥，超坚强。刚才我们都没有哭呢。对，我们经历这么多命案，还住在十一号公寓，真的是太坚强了，胆儿太大了。哎，那我们有资格进入 VIP 这个行列里吗？天然之后是有资格的，所以呢，那我就把这个我们的 VIP 的卡给到你们。哦，就是这个 VIP 的，我目前身上就三张了，就我们这还有很多新的项目，包括我们有就是给脚底板去皱呀，脚底板的大 V 呀等等的一些新的项目，你们之后也可以考虑考虑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嫂子。姐姐们，我们收工，我们去下一个房间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辛苦。对，那我们怎么能进入这个 VIP 的地方呢？自己找嘛。非常。这什么？金钥匙线索，开始推理吧。咦，这两幅画耳环怎么是奥利奥？牛奶杯，我知道了，奥义就是奥利奥，扭一扭，泡一泡。找到啦，真好吃！好吃好玩，奥利奥推理解密全知道，搜一搜奥利奥小程序哦。等一下，这个卡肯定是在哪儿能刷？你看，这有一个滴水之恩，你看，看到它颜色了吗？啊，红色是吧？滴水之恩。只有这几个字，它是上下就是颜色不一样的。滴水之恩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不是会不会有什么按钮啊？涌泉穴，涌泉。哎，我觉得脚有用。这是个什么意思？啊，快乐老家钥匙。来，放到这儿，放到这儿。哦。等等，哦，开了，开了，走呗，走，哦，这就是快乐老家吗？这个才是快乐老家，外面是个幌子。低成本休息，让经济有限的打工人有落脚之地，带回信息服务，让休息下班的打工人无后顾之忧，带岗工作服务。哦，这可以带岗带回信息。哦，就是说这儿有人专门帮你干活。哦，所以才问我们刚才够不够久，够不够坚强，够不够孤独啊、哦？为那种就是工作身心疲惫的打工人提供休息的地方。啊、哦，这里有纸条，有人留的。客户库，上班好辛苦，熬完一天一夜，还有一天一夜。遛狗接娃送外卖外加送洗衣服，我仿佛是我老板的私人保姆。客户库，库库，你在上班啊？嗯，打工。这个不是付出才有收获，付啊，付，那肯定是付副经理，那还有个付副呢。这是豪宝洁的要拿吗？给拿，因为他也有嫌疑啊。好嘞，好宝，没了，好，差不多。搜搜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哎哎，
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刷卡的地方。哎，刚刚不是给了一张卡吗？哎，试试。有一个开门的声音，那边。那玻璃是个门。开了。哦。哎，我待一会儿。等一下，哥。你哥已经进去了。